哥，你直接要我吃啊？都是丝瓜的那个味道哎。很甜哎，好吃的。我觉得生的比熟的好吃，我们都有吃过熟的丝瓜，它里面就很多水，然后软软的。但是你知道生的丝瓜是怎么样吗？我刚刚一咬进去，我整个就有点吓到它的口感，因为它很松，而且你知道吗？就像我们有吃过那种，我吃过生的小黄瓜，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小黄瓜还好吃，因为小黄瓜的话你就是吃到那种就很湿，但是它这个是迷迷桑桑的那种感觉，然后吃进去是很退火。而且很好吃哎，好特别的口感哦、喔。对啊，炎炎夏日吃丝瓜最好。哦，我看你，你说什么？会痒痒的哦。其实这丝瓜哈，你就有虫虫咬到啊，你可以用这个擦一下，也有消炎的效果。大哥，我刚都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在吃，我都没有注意到，我冒了三个包了耶！天哪，你看这里都是。对啊对啊，这里也太自然了吧！你擦一下。会有舒缓的效果，等一下就红红的就没有了。你说用这个擦一下？对对对。可是这不是吃的吗？吃的也可以啊，啊你也可以用这个擦啊。嗯，那你帮我。好，我像这样吼，啊起来，啊然后这样。哎，好舒服啊！因为这个丝瓜水啊，它就冰冰凉凉的。哇，哎，好特别哦！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功效，因为像有时候不是碰到其他的那种植物啊，抹在上面的话就是会很腥，因为这都受伤的。但是它这个反而很滋润，然后感觉是外面裹了一层保护的皮。哇哇哇！果然是甜甜的雄厚呢！想不到丝瓜沙西米切片之后，除了美味，还可以舒缓蚊虫咬伤的红肿哦。就连《本草纲目》上也有记载，丝瓜气味甘平无毒，具有除热利肠、消肿退温的效果呢。哎，哦，这受伤的好痒哦！哇，那吸尘膏啊，咱们来采集那个丝瓜水啊。丝瓜水。哎。大哥，我帮你呀、啊！好。大哥，我帮你看。哦，丝瓜水没用钱啦，不是这啦，来啦，够便宜啦。我用我咧看啦，这就是咱要使用迄个丝瓜水啦。这就是你说的丝瓜水。对。这怎么取出丝瓜水啊？我们在爱黄昏的时阵吼，爱离土差不多。九十公分、三十的所在，啊，有只那个高灯，从这边给它剪掉。好，啊，我们再拿一个清洁的保托瓶，哦，这里面不要有水分。嗯。哦，啊，然后把它插进去，然后把它固定在我们那个胶带嘛，塑胶绳把它绑起来，把它绑起来就好。来，你先帮我拿着。好。我们这边。都空空的啊，为什么都没有？哦，这样一株哈，它只能挤出差不多300到600的量而已，而且要经过一个晚上以后。一个晚上？哎，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哦，因为你看，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它是一滴一滴，然后慢慢滴出来。一滴。你看，它已经在滴了，这是它的精华。因为我们植物哦，植物是白天型光合作用。晚上的时候，它会把白天所收集的营养，然后它从根部里面慢慢吐出来。他们用罐子会把一滴一滴的把它收集起来。哇！那这边是不是有空洞？对。我们还要用这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因为晚上哦，这边田里我们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那个虫虫啊。嗯。它可能会跑进去呀。他们就用一些那个锡箔纸把它用起来就好了。哦，苏哥，原来丝瓜水不是汲取于果肉里面的水，而是藤管里面的水呢。大家也有所不知吧？丝瓜藤啊，除了一次性的采收之外呢，采收前15天也是不能遇到下雨的哦。所以啊，这一瓶保特瓶里面，经过了一个晚上，一滴一滴落下的丝瓜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丽文，啊，大哥你来了！啊、大哥你看，你看，超多的，哇，一个晚上它就可以滴这么多哎、欸！对呀、啊，那晚上是气温最低啊，或者在夜眼的时候烧的水会更多。越
圆。对。所以昨天是月圆吗？今天这样算是多吗？这样算多啊。然后我们现在收集丝瓜水，这在生长盛起的时候就采收，所以它的水会比较多。哦，太棒了，太棒了！立文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经过了一个晚上，瓶子里装了满满的丝瓜水呢。只是哈，不够力罢啦。丝瓜水含有丰富的钙、磷跟维生素 B、C， 能够防止皮肤老化，使肌肤洁白，是最天然的美容圣品，所以才会叫做美人水啦。不过嘛，不要以为大哥田里面只有丝瓜水是宝哦，还有。哎，立文，这有你。大哥。哎。那对我真好啦。无啦，这要煮的啦，要吃的呢。嗯，这也要吃？你不是要送给我吗？哦，不是啦，要让你看安尼啦。帮我编上去。好好好好。哦，安尼感觉很水无？无，你先水啊，差了会拢是爱啊。而且这个是一种。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你这是从哪里来的啦？就从你看，嚯、哦，整片都是啊！哦，原来这丝瓜花是早上是盛开的。这个，你说这个是丝瓜花？对。哎、欸，我刚刚过来都没有看到哎，一直在注意这个水，真的耶！一早它全部都开了，好漂亮哦！而且你刚刚说这个可以吃吗？对呀、啊，也是生花哇，那个沙西米。哦，不是，用炸的，是我们民间哦非常好的一道料理。而且这样还可以吃，那你快带我去吃吃看。好。哎呀呀，立文啊，别急别急，总要先帮忙采花才有的吃花嘛。而且我还听大哥说啊，什么他那里有让主角丝瓜水晶莹剔透的配方呢？啊，到底是什么哈？大哥，你说你要带我来过滤，可是我只看到一个漏斗跟一块布啊。哦，对啊，这怎么过滤？这可以啊，那么我们再田里收回来啊。还有一些杂质啊，虽然我们很小心啊，可是我们要用这个漏斗，还有一块布，就做我们农友要做初步的过滤。所以我们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完成。对，来就是这样。这么神奇？哎、这么简单？不要看这个过程哦、喔，这个很重要。哦、有一些小昆虫啊，我们看不到啊。对。我们要利用这一块布去把它简单的过滤一下。哇，这样子全部倒进去就好了。对对对对，好，你帮我弄。这就是我们今天。等了一整个晚上才找到的丝瓜水，才收集到的，哇，哎、欸，好酷哦、喔！哦，这样真的超方便的。这个是什么？哇，大哥，我们早上采的。你好贤惠哦、喔，大哥，你还做了一盘菜给我。哇，你用炸的哎、欸？对对对，你吃一下看，我是可以让你更美丽哦、喔。啊，好特别哦、喔！我第一次吃到花的食物。吃一口哦，嗯，那闻到那声音，好酥脆哦，而且很清爽，它不会觉得说太腻，然后其实还蛮好吃的哎。而且大哥，这个吃这个啊，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它除了使我们更美丽以外，它其实它对我们的支气管也有保证的效果。哇，这么神奇！它告诉你，还有用喷的，噔噔，就是这个。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来找很久的东西啊。我知道了，昨天一整天跟今天做出来的丝瓜水，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过滤以后，静置一年以后，变成这样的商品出来了。大哥，这样一罐的话是多少钱啊？哦，所以我要感谢我们农会哦，他帮我们行销，说120亩哈，他是200块。哎、嗯，很值得购入哎。对啊，其实我们要看这个。这个小瓶丝瓜水，我们还可以延伸千万的商机。这么厉害，还有更厉害的千万商机，大哥，你一定要带我去啦！好了，那是侯大哥，我告诉你他住在哪里，你自己去。我自己去。好，侯大哥，我就要去找你了。忘掉啦！为了造福我们观众朋友也秉持着360行追根究底的精神，立文你就给他保持这股气势，将丝瓜水哈衍生成为千万商机的秘辛，给他挖挖挖挖个彻底。大哥好，哎，你好，请问你是侯大哥吗？哎，是的。你好，我是立文。哎，立文你好，我是沈班长叫我过来的。沈忠庚先生吗？没错，是因为沈大哥跟我说你这里有丝瓜水可以做出的千万商机。
对，丝瓜水是可以做很多产品，尤其在保养品上。例如说什么？比如说用丝瓜水做的面膜叫做丝瓜面膜。哇，面膜！那大哥，我可以请教你，这样子你一个月的话，总产量是大概多少啊？我们面膜的话，一个月的产能大概在50-60万片。50-60万片呢，也太多了吧？哦，当然可以啊！好，带我去，带我去。答案揭晓了，原来啊，让丝瓜水翻身赚起 money money 的是爱美女孩的必备品面膜啦。不过由于大哥对面膜的产制相当讲究，所以进到这相当于医院手术级的无尘室之前呢，得要来去吹吹风，吹去身上的细菌，丝瓜水才能更精华液来个水乳交融大融合。搅拌完成的精华液，在经过酸碱值、粘稠度以及活性检测的3道工序之后，总算能一睹丝瓜面膜展现的真面目了。哇，大哥，你们这里制作的丝瓜面膜啊，跟外面卖的丝瓜面膜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哦，我们这边做的面膜哦，跟外面哦，我简单的说会有2点不一样。第一个，我们这边的丝瓜面膜是用天然的丝瓜水。下去调做精华液，它就有保湿舒缓净白跟毛孔收敛的这些的功能。那第二点呢，我们面膜机是在10000级的无尘室里面，那10000级的无尘室里面这个是一般就是外科手术房的那个规格，所以相对我们这边呢所做的面膜呢，在精华液里面，我们会把保存剂的那个剂量放在最低，能够确保对消费者达到最好的效果。哇，大哥，听完你这样介绍，我也好想要做一片面膜。丽雯，你是怎么样了？怎么把机器弄坏了？才100万呢，你弄歹呀！100万！我怎么办？来，我请师傅来看看。虾米，100万！吓得丽雯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啦 ！Holy God 仔哦，师傅有解释，由于自动感应的关系，只要把面膜放回原位，再按下开关，机器就能够恢复正常运作了。此外，师傅还有说，这一台马不停蹄的面膜机啊，从充填精华液到封装完成，平均每秒可以产出1.5片的面膜呢。莫怪哈，造价也跟着贵上升。你吓我啊！我有三高嘞。我说丽雯呐，你嘛今后多大呢？竟然扮鬼吓人啊！不是说好要跟大哥讨教如何来辨别纯天然跟添加了化学物质的面膜有什么差别吗？来，把面膜给撕下来，跟着大哥好好学。把面膜精华一起出来，然后我试给你看，它是天然的丝瓜水里面哦。第一个就是说，它不会有。你在燃烧的时候，它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白烟或者黑烟的这个现象，有没有？或是燃烧，你知道燃烧代表有酒精。那另外的话，就是丝瓜水在燃烧的时候啊，你在用火点火，它不会有产生烟雾的现象。大哥，可以借我试试看吗？好，可以。就我们刚刚过程中，它都没有，它都没有任何反应，对不对？你看都沸腾了它不会有任何黑烟的产生，有没有？OK， 好。你太神奇了吧！啊哈，原来透过小贝佛就可以轻松辨别面膜是否纯天然了啦。加热之后不会起火的就是纯天然精华液，相反的，如果有添加化学物质，打火就一点，可是会冒出黄色火焰的。忙了2天，从丝瓜田到面膜工厂，丽雯，你有什么收获啊？一小罐的丝瓜水，我们要花上这么长的等待时间，但是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大哥们，因为有他们的智慧与创新，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不一样的产品出现，而且才能把老祖宗的智慧传承下来，有不一样的商机。